阿露丝语文小课堂。我主要是，将今儿才从那个边塞回来，边塞那边呢口音还是有点重，我是一直带着口音嘞，哪个可能说你嘛？怎么可能嘛？不可能的事啊！是的，是的。这妹妹糗得很，一天捧着两个。喊你莫在背后说人家坏话。我哪儿在背后说她坏话嘛？我面前说的，只让你看她，果然跟那个宋佳音就是一对，天生一对，绝配，绝配。你比她还听懂说，根本听不懂，夸她，假装夸她，夸，一直夸。哎呀，好瓜！哎瓜！哎，我还真听得懂。曾经去蜀路办过公差，学过几句。那我们还有机会的呀。除非我哈喽。除非你哈喽。우리만나기냐이잖아당신거야어멋있다진짜멋있다그럼나이겠어나이겠어네같이마아가씨이거봐서안봤어어떻게알거야말해봐너한국사람이야陆总您今天总共消费的是就算3880元，哈密瓜培根卷80块，香煎三文鱼200块，澳洲龙虾600块，加上服务费一共是1000块。那这个多出来的2000块呢，是因为这个甜品舒芙蕾啦。这是人家亲手做的，亲手和的面，亲手打的蛋，材料实际上没有那么贵啦，但珍贵的是一个妙龄少女的心意。哦，那我吃了。